编剧的威力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，在之前我们就见识过老外拿出大量可乐出来，接着便用胶水将它粘粘出一排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小哥掏出大家伙对着可乐一顿猛切，当两者接触那瞬间，完好无损的可乐易拉罐直接破裂开来，里面的可乐四处飞溅，镜头放慢，这场面刺激极了。此外，小哥还拿出一箱矿泉水出来，当接触电锯那刻，矿泉水瓶的下场就更加惨烈，直接被锯得一分为二，找不着爹妈。不过老外就十分好奇，要是电锯 VS 冰块，那么谁更胜一筹呢？这要是想法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只见小哥先是准备一大块冰块，接着再次掏出电锯，对着冰块一顿神操作，还没三秒，原本坚硬的像块铁的冰块直接就被小哥切下一大半。可是小哥没玩过瘾，又再次对着冰块，瞅瞅这冰块碎渣飞溅的到处都是，这威力还真不容小觑呢。不过小伙伴们切勿模仿哦。视频的结束，我们来玩个小游戏，你要是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字，那么我就叫你爸爸。喜欢我就点击收藏和关注哦，每天给您分享不一样的有趣视频。